日，阿联酋迪拜一家建筑公司在网上分享了其最新概念设计方案，围绕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建造一座高550米的环形建筑。据悉，该建筑周长约为3000米，由5根巨柱支撑，从远处看像是悬浮在高空。设计还整合了一套有轨电车系统，悬挂吊舱沿着外环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，乘客可从舱中360度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。